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水果。你喜欢吃水果吗？这些水果你都喜欢吃吗？好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它们在中文里的名称是怎么说的。现在开始。苹果，苹果。香蕉，香蕉。草莓，草莓。葡萄，葡萄。西瓜，西瓜。菠萝，菠萝。还记得这些水果吗？它们都叫什么呢？你知道老师我喜欢吃什么水果？现在我就来告诉你。我喜欢吃苹果，苹果。我要放进篮子里。我喜欢吃香蕉，香蕉。我喜欢吃西瓜，西瓜。我喜欢吃草莓，草莓。我喜欢吃葡萄，葡萄。我喜欢吃菠萝，菠萝。现在你能告诉我你的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他们喜欢吃什么水果呢？这是爸爸，爸爸喜欢吃菠萝。这是妈妈，妈妈喜欢吃西瓜。这是姐姐，姐姐喜欢吃葡萄。这是妹妹，妹妹喜欢吃草莓。这是哥哥，哥哥喜欢吃香蕉。这是弟弟，弟弟也喜欢吃香蕉。这是我，我喜欢吃苹果。现在请小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听一听，选一选。这是爸爸，爸爸说我喜欢吃菠萝。这是菠萝吗？这是菠萝吗？这是菠萝。妈妈说我喜欢吃西瓜。这是西瓜吗？这是西瓜。姐姐说我喜欢吃葡萄。这是葡萄吗？是。这是葡萄吗？不是，这是葡萄。妹妹说我喜欢吃草莓。这是草莓吗？对了，这是草莓。哥哥说我喜欢吃香蕉。这是香蕉吗？不是。这是苹果吗？不是，这是香蕉。弟弟说，我说，哦，不是弟弟，这是我。我喜欢吃什么呢？我喜欢吃苹果，苹果在这里。好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学了六种水果的名称：苹果、香蕉、葡萄、西瓜、菠萝、草莓。你记住了吗？我们下次再见，再见。